吃吧，我先给你们介绍一下还有什么剩下什么东西。这个呢是扇贝的肉丁，应该就它的肉柱了，就是连接扇贝上半边和下半边的那个肉柱。摄影都咽口水了，他一般不吃海鲜的，可能真的觉得这次东西不错。还有这个呢就是鱿鱼卷啊，然后是那种比较小的鱿鱼，里面还有鱿鱼丝。这个东西呢炒那个洋葱，然后呢把洋葱炒软，不要太多洋葱味，真的超级好吃的。好大的大黄鱼，千万不要说好大的小黄鱼，因为大黄鱼和小黄鱼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鱼。小黄鱼呢就算再怎么吃，它只能变成小肥鱼，变不成大黄鱼。这次海鲜的品质呢，以我多年的经验来看，真的是非常新鲜。我认为呢就应该是直接捞出来之后可能就处理一下就寄过来了，比商超的还要新鲜。它这个呢还没有挖肚子，到时候我们要自己去。
装模作样干什么呀？地上自己吃。鱼皮没有胶油，那是上面的调料。我这哈士奇假的吧？当时给它下肉装模作样不吃，现在埋头吭叽吭叽。这个鱼呢烤的还可以，上面呢有点焦，是那个辣椒被火燎到的这个颜色，然后现在感觉好